们在交往。什么？他们是真的在交往是吧？你那了不起的男朋友是什么样的人？我会让你彻底明白的。教授，您在哪里找到这种人才？以后一定很有成就。当时我完全不知道放弃梦想这件事代表的是什么意义。你到这里来干嘛？这里没有乐谱，我想你可能用得到。加油哦，弹琴加油。你想弹钢琴吗？不管我在做什么都不关你的事。去留学我会资助你，不过不要一直犹豫不决，把小雪拖下水。东森戏剧台奶酪陷阱。